感觉到他们已经来了。真的吗？一定要保护好史探长阁下。嗨，走。要不要去保护将军？山姆中佐严令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离开这里。这里又没有八路，守在这里有什么用？这样，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后院。嗨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木村中佐，是山姆中佐命令属下守在这里，保护中佐您和通讯处的安全。如果那些中国功夫高手打进屋里来，你们谁都保护不了。给我出去，守着门口。嗨，给我出去。
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阁下。混蛋！这么周密的部署，竟然还让他们给跑了。属下属下是旨。你怎么了？我。师兄中的是绣花针。绣花针？刘天胜不是死了吗？属下敢肯定，不是刘天胜，而是苏楚乔。苏楚乔也会绣花针？阁下，你忘了吗？苏楚乔和刘天胜他们是情侣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。是，阁下。苏姑娘，苏姑娘，刘部，苏姑娘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你是谁？你是真的不认识我了？我是黄明峰啊。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明峰。苏姑娘，归队吧。我和铁虎还有钟小贤都盼着你归队呢。嗯，我们的突击队新增了三个成员，他们都缺乏战斗经验，你要是回来了，还可以帮我带他们。你们都说我是苏楚乔，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就是苏楚乔啊？对，你是一名八路军战士，我们一起杀鬼子，炸军药库，炸油库，你忘了？苏楚乔，你不记得大哥和我了？难道你忘了？忘了刘天胜吗？刘天胜。对，刘天胜。我还是想不起来。苏姑娘，你的云雾绣花针就是天胜教给你的。是吗？我听说他已经死了，对吗？他就算是死了，也会活在我们的心里。苏姑娘，你怎么会在山东啊？我干爹干娘在一条河边救了我。干爹是一个说书的，后来他们看我无亲无故，就收我做干女儿。我就跟着他们到了胶东，干爹把你的故事说成了快板书，没想到却招来了杀身之祸。苏姑娘，不是我的故事，是我们的故事。本来我和我干娘打算离开威海，可是没想到干娘为了救我，被那个叫山木的女鬼子给杀害了。所以你想为你干爹干娘报仇是吗？对，我一定要亲手剐了山木那个女鬼子。可是山木武艺高强，他手下有高手如林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杀了他。苏姑娘，回来吧，我们一起杀鬼子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能再连累别人，告辞。苏姑娘，苏姑娘，有事可以到胡家庄胡大明那儿找我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提刘天胜？我是希望他想起我们，早点回来。铁虎，你还不了解苏姑娘吗？虽然她失忆了，但是性情没有变，她是个苦命的女人。忘掉过去，对他来说未必是件坏事。走吧。天都亮了，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哎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这样去的话会暴露的。暴露？暴露什么？暴露身份。暴露身份？
谁认识我呀？你看看，就你穿这身，往大街上一站，鬼子一眼就认出你了。你少吓唬我，我要去找我大师兄。你真的不能去。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是谁啊？你，这怎么了？没你事，睡你大头觉。哎，南大哥，我师兄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南大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南大哥，你别吓唬我们。难道黄大哥和铁大哥他们已经……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快说！揽如剑，你太过分了。哎，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，谁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当真啊。哎，我觉得穆姑娘她难过的时候比她笑的时候好看多了，真的。哎，穆姑娘，你现在样子更好看。说，我师兄呢？他们去追苏姑娘了吗？我就是晚了一步。这什么水啊？洗脚水。哎，你们，阁下，黄明峰的目标果然是你，好在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是啊，山木的防范措施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山木，多谢你救了我。这是属下的职责，只是属下不明白黄明峰为什么没有出现。什么意思？如果黄明峰的目标真的是阁下您，那他就不可能不出现。也许他就在暗处趁乱下手。阁下，白野少佐到。就是白野少佐。是，阁下。诸位，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帝国军官，自然不会不明白命令的重要性。可是，就是有个别军官拿命令当儿戏，不服从指挥，擅自调动队伍。你们说，对于这样的军官，我该如何处置？杀！杀！杀！白野少佐，你是想自裁，还是让我动手？将军阁下，属下也是为了您的安全才……闭嘴！你的任务是守住通讯处和电台，可你目无军法，擅自调动部队，死到临头还不肯悔改。实在是可恶至极。师兄，今后凡有不服从山木中佐命令者，这就是下场。
师妹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你该回去休息。我睡不着。我们放在神谷师团长周围的人，足以保证他的安全。况且，我们离他并不远。我想的不是这个，师兄。你还担心黄明峰有别的目的？如果黄明峰的目标是刺杀神谷阁下，那他就不应该不出现。昨天夜里，他只是想探探我们的虚实罢了。不，他在没有搞清事情之前是不会暴露自己的。这根本不是黄明峰的风格。师妹，你想多了。只要我们做好整个司令部的防卫，不管黄明峰干什么，他都不可能得逞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以不变应万变。多谢师兄提醒。以前我总是想把他们放进来，以便活捉或者杀掉他们，这恰恰让黄明峰钻了空子。幸亏师兄提醒我，在没有搞清楚他们的真正意图之前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司令部。无论他们想干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从容应对。嗯，对。接下来，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可以消灭他们。好，回去吧。黄营长，嗯，好。看，衣服我都给你洗干净了，这上面有破的，我也给你补了。谢谢啊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啊？黄营长，苏姑娘还是不愿归队吗？哎，她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。难道她连天圣都忘了吗？忘了不好吧？苏姑娘年纪轻轻，遭了多少罪？一家人都被鬼子杀了，还受尽屈辱，到头来连自己的爱人都失去了。人要是把什么都忘了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要是我，我宁愿承受这些折磨，也不愿失去我爱的人。师兄，哎，雪飞，你们俩在干嘛呢？雪飞，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在谈正事呢。谈正事儿？我明明听到你们俩在说什么爱来爱去的。雪飞，黄营长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一个大姑娘家的，满嘴爱来爱去的，也不害臊。雪飞，你误会人家钟姑娘了。哪有误会他呀？他明摆着是打你主意。哎，我们之间可是纯粹的革命同志关系。那铁大哥、酒鬼，还有那个傻蛋，不也是他同志吗？怎么没见他去跟他们谈情说爱呀？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？你，行了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休息了。哎，师兄。规定是启用新密码的时候，您看。用完马上交给我。Thank you.
孙军，那个山木是不是太狂妄了？一个中佐就要让全司令部的军官都听他的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是啊，他那天还打了长官您。他做得对。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的话，我们是杀不了他们的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我们的性命也会丢掉。难道听这个女的就能保住我们的性命？她根本不是黄明峰的对手。你说该听谁的？这个黄明峰谁有能力对抗他？你吗？还是你？我们必须承认，除了山木，再也找不出能对抗黄明峰的人了。中国功夫真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，我们不少士兵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。胡说！长官，密码本。只要我们进到鬼子的司令部，把刺杀神谷的戏演好，我就有机会进入通讯处，拿到这个密码本。大哥，刺杀神谷就交给我和蓝兄弟吧。我也要去。哎，还有我。刘兄弟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早就没事了。那就好，你们俩别着急，我自有安排。嗯。哎，大哥，我觉得就不用演戏了，直接杀了神谷老贼，岂不快哉？不行。你们已经惊动了神谷，山木是不会让你们有机会下手的。小钟说的对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拿到密码本，刺杀神谷不可轻举妄动。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平安的回来。黄营长，我们游击队给你们打阻击，保证你们有足够的时间。嗯，对，我也备好了炸药，保证你们撤退时的安全。好。司令部周围所有的巷子都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中，我就不信黄明峰能飞过去。哼，就算他真的能飞，也躲不过我安排在屋顶上的神枪手。
天虎，你和蓝兄弟跟上次一样，负责攻打他的作战室。好，雪飞，你们两个负责接应。是，五步。雪飞，小钟，你负责配合游击队打阻击。是。什么人？不要紧，是苏部长，我去见他。营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你们俩都不要去，我去。为什么？司令部周围200米的范围之内，根本没有黄明峰的立足之地。就算他闯进了城墙及城门防守处，也根本无法靠近司令部。嗯，很好。那么对司令部内部的防范你布置得怎么样？还有，两天后我们就要离开这里，到达指定位置，要确保司令部这两天的安全。大部队一旦动起来，黄明峰他们便无计可施。阁下的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，我和师兄及特别行动队会守在阁下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好，到时候我听你安排就是了。属下十分感激阁下的配合。嗯，你是说山木将鬼子司令部全部包围起来了？嗯，还有街道和路口，司令部周围的房顶上都有狙击手在埋伏着，城墙城门都有重兵把守，城里的那些老百姓只许进不许出。哦，你提供的这个情报太重要了。看来游击队很难进城，就算进去了也很难发挥作用。游击队就算勉强进去了，可一旦打起来很难撤出来，这怎么办呢？华大哥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苏姑娘，你能回来和我们一起战斗真是太好了。师兄教的吧？哎，穆姑娘，是黄营长教我的。他说我没有内力，所以教了我太极结合兵器法，这样可以补充我的内力。我师兄对你可真用心啊。刘兄弟，你有没有闻到好大的醋味啊？酸得我牙都快掉了。哪有醋味？黄营长教我的时候说过，要是能让他师妹教我就更好了。为什么？黄营长说，男人和女人的调息运气是不一样的，只有女人教女人才是最好的。穆姑娘，你愿意教我吗？你得照我们江湖上的规矩，拜了我为师父的话就不可以向别人学。没问题，从今以后我就跟师父学了。好，那我就收了你这个徒弟。请受徒儿一拜。慢着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师父请讲。你拜我为师就得听我的，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还有，你不可以仗着自己是神枪才女钟大侠跟我耍大侠脾气，拿师父的话不当回事儿。
那我可不会轻饶你。这个请师父放心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徒弟，徒弟愿意谨遵师父教诲。好，那本姑娘就收了你这个徒弟。谢师父。等等，蓝大侠、柳大侠，你们过来一下。哎，秀妃，什么事儿？他要拜我为师，还请二位大侠做个见证。本姑娘我第一次收徒，将来钟大侠如果对我有所不敬，还请二位大侠主持公道，如何？钟姐姐绝对不会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你怎么知道她不会？哎，既然是拜师嘛，这拜师酒总是要喝的。那倒不必。行，拜师酒不喝，那照规矩，三个响头一定要磕。钟大侠是何等身份啊，这磕头我可受不起，一一与公足矣。师父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好。好，我会将我的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。谢师父。苏姑娘送来的情报说，山木把山谷司令部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么说我们的计划行不通了。我家住在厂里，为什么不让进城？就是嘛，哪有不让人回家的道理嘛。我老妈还卧病在床，我得回家照顾她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如果没有游击队和地下党的支援，我们这个任务真的很难完成。以我们几个人的本事，那些小鬼子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对啊，大哥，我们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去，绝对不会被敌人发现。进得去出不来。没错，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掩护，这样你们才能够撤出去。那照你的话说，必须小鬼子把密码本送到你的手里，我们才能……雪飞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都是贪生怕死的人吗？你怎么跟你师父说话的，徒弟？行了，别说那些没用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得想办法完成任务。何营长。白院长，鬼子把城门封了，我们的人根本进不了城。听说鬼子把城里的街道也全都封锁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来坐下。这下我们的计划也全被敌人打乱了。是，我们必须重新制定计划。对，可我们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。急也没有用。老刘，你们两个在这儿长期跟敌人周旋，对这儿的情况比较了解，你们再好好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方面被我们忽略。黄明峰真的是想刺杀深谷将军吗？如果这只是个幌子，那他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？阁下，这么晚了，阁下还没有休息。黄明峰想要我的脑袋，你说我能睡得着吗？阁下。我是开玩笑，你不用在意。
其实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谢谢阁下的信任。嗯，走吧，陪我走走。是。其实我和你想的是同一个问题。那阁下有结论吗？没有。作为师团的首脑，却不知道敌人在想什么，惭愧啊。也许黄明峰的目标就是阁下。嗯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别的能让他们冒险的原因，所以阁下，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为您的安危担心。嗯，你的担心很有道理。我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师团的指挥系统，打乱或者消灭敌方的指挥系统，自古以来就是交战双方梦寐以求的，所以这个也应该是黄明峰最想做的事情。阁下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就要出封锁区了。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都这么坐着，坐到什么时候啊？坐下。我都坐了一天了。坐下，这是命令。白营长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你不说，我师兄怎么知道？穆雪飞，你说。